Maximum Suffrage 2016。川普超级星期日发威，变超级赛亚人了。本周的超级星期日是真的名正言顺的超级，除非你是伯尼桑德斯或是唐纳川普以外的共和党员啦。希拉蕊在民主党内美国南部大获全胜，而川普则再次在共和党内称王。当川普强力出击，其他共和党员就只能捡剩菜咯。打从川普踏出走向白宫第一步以来，他对共和党而言就是个又爱又恨的存在。这个大富豪从一开始进入市场竞争，气势就无人能挡，并且不断证明了，无论他的言行举止如何，他的民调还是能节节高升。在各种不同层面上，美国正要开始大赢特赢。华盛顿首府正需要大改造，而这项任务交给房地产大亨不是再好不过了吗？谁不喜欢盖一些漂亮的外墙，把自己关起来呢？当其他共和党员正逃避残酷的现实时，希拉蕊可能还以为她要进白宫就像出门散步一样容易。不过谁知道呢？说不定白宫里面已经有人占地为王了。